客官闪光，楼上雅座，楼下散座，客官请随意。嗯，他妈这么大个锅，涮什么呢？涮？我看这东西是烫人的吧？哎，对对对，后面在人，前面烫人。大师伯，大师伯，不好了，外面有人闹事。慌什么？ 你们瘦老板现在在洗斯文，他本来就是个大魔头，要来武的，你们害怕他吃了亏呀？你出去，传我的话，楼上有贵客，一个也别放上去。哎，瘦老板不在，还有余大师兄在吗？这余秋就是唯恐天下不乱。各位不是来消遣炼真堂的吧？ 我可把话说在前头，京师重地，天子脚下，要是闹出点事儿来，大家都逃不了好去。呀呵，你倒比我们还懂得经理的事儿啊！你要是真懂事儿，你就不该卖了百味包子，就不该把它底儿兜出去。哼，好，今儿个咱不说这个，弟兄们走。既然炼真堂不喜欢长山客。 今儿个咱们短山客也要到楼上雅座坐一坐，走走走！哎，客人，哎，干嘛？你们今天是善者不来，来者不善呐。呀，你开的不是店呐，我们就不能上去？上去倒可以，不过我告诉你，姓寿的开了几天店，也学会了一句话，叫做。 不是光棍儿，不开店。啊！你们敢在这儿胡来，我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瘦老板，大师伯说楼上有贵客，一个也别放上去。听见了，楼上有贵客，你们上。什么？贵客？老子今天就贵客。屎壳郎趴扫帚。 你也能接受剪子了？你，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给你冻上真格的，不知道马王爷长了三只眼。小子，上！哎呦，哎呦，老子进京陪笑脸装孙子，巴不得有人触眉头。好啊！ 今儿就来活吧活吧！哎呦！练真堂老，你比他如何？在御前效力，不敢负人。 神丐，原来你躲在这儿啊！正是小隐于野，中隐于市，大隐于朝啊！你选了个好地方啊！呸！我老人家一不耍诡计伎俩，二不偷鸡摸狗，我为什么要赢？
住那老人家，不管他是不是朱三，先拿下再说。是。马林总，沈干，你追得上某家，就只管来追吧。井掉到桶里的时候啊，你们这些呆子上当了。哎呀，再动三百个回合，还是要我啊！哼，好一个朱三太子，这么不禁打！啊！嘿，虎门弟子不做你这种亲狗。我们上当了，走。认识我，免。非其时，非其地，你这一跪，给我添了多少麻烦呢？是，厉害啊，厉害啊！你虽说只有一只独眼，却神目如电。两年前在木兰一见，现在居然能认出我。老爷子，恕我无礼了，不是我眼力好，老爷子气度恢宏，龙章凤冠，一件寻常衣服岂能掩盖得住？这么说，你原来的本行是厨子了？回您老的话，我过去是厨子，后来不是厨子，我现在是厨子，以后不是厨子。然而，既生而为人，谁又不是厨子？老爷子，您不是最大的厨子吗？你这话大有寄语之妙啊！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你们现在怎么不卖百味香包子了？回老爷子话，上有水节。下游如何还会有水？百味香包子不过是借上游之大水，以烧润干枯之地罢了。看来一世之兴，一世之废，利弊皆有之啊！来，让开！过去，过去！是，上！快点啊！等会儿，等着！过去，过去，过去！过去，过去！来，去边去！来，来，来，来！